SMART 承诺到2030年将实现零碳目标，我们正利用再生能源开发更多能源，重新配置发电站以提升空气质量，电动化汽车，绿化建筑，利用我们首个 Grid Scale 电能工厂来加速净化能源。 Clean Power City 行动正在进行当中，现有多达37种方式加入该项目，详情请浏览 cleanpowercity.org。